石灰吟，于谦。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身碎骨魂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经过千万次捶打，出自深山，熊熊烈火焚烧也视若等闲，即使粉身碎骨又何所畏惧，只为把一片清白长留人间。相传有一天，于谦走到一座石灰窑前，观看师傅煅烧石灰，只见一堆堆青黑色的山石经过烈火焚烧之后都变成了白色的石灰。于谦深有感触，便吟出了《石灰吟》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。再读一遍，《石灰吟》：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身碎骨魂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